去，或者有人接了，对对对对，他们都会接。对，我们真的来。这个白啊，是塞了一块过来。吃辣啦，吃卤，卤唔卤唔着，残要溜落去。来一大条啊，是啊，洗到要夹着，怎啊够洗少？你呢？要开停车场，看这个白啊，是第一个啊，塞了一块过来，塞唔着鸡，你呢？家庭这边，白露唔着，平露这边，你来行楼梯。吃辣啦，吃露，露露露唔着，残要溜落去啊！来几大条啊，家庭，看这个牌啊，还是第一个啊，塞一个过来，塞唔着个，家庭这边，白露唔着，平露这边，你来行楼梯。指的是我们的轮指。这小心啊！有一段描述，就是项羽死了，他的部将哭是这样。大贤草草如急雨。小贤切切如私语，讲的是这个，是那种很慢很慢很很轻的那种。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大珠小珠落玉盘指的是我们的轮指。幽夜全连天下难，要弹出这个琵琶的这种色感。哦，它有一根，我们现在练的曲子有时候叫《霸王卸甲》，有一段描述就是项羽死了，他的部将哭是这样。他们在哭的时候，他会那样子出一下，然后开始哭啊，对，就是描写这一块。老师，我特别想听铁骑出出敲刀削鸣。
清晰，爱也很清晰，双手的温度贴满在心里，总是我们终究会是分开，记得彼此的心。他唱了两首，因为我那时候在直播，然后直播观众就说要 encore encore， 所以他就唱了三首。真的想再爱你黯淡的光。